哎，夜游，谢谢订阅，安安娜夜游，辛苦了，上班辛苦了。然后还有 UK 22个月，谢谢。这样声音有好一点了吗？变大，然后音质呢？有清楚了，好好，太好了。汉尼布朗，哎，15个月，谢谢。好一点，才一点吗？好多了就好。Fire 哦，Fire 1993，8个月，谢谢。叶子安安，哈后戏2周年可以磕丝 RASHID 经典造型吗？RAAAAS，说哪戏都吗？哪戏都？哪戏都有点难诶。而且哪戏都我还要想他要怎么你，他要怎么？转性别，这游戏实在是太好玩了，玩到我都忘记吃饭了。叶勇空打哪有啊？我刚有跟叶勇讲，还是刚好我刚开，所以他没有听到哦。叶勇，谢谢订阅。对啊，这游戏太好玩了啊！为什么一堆方美挤在这里啊？哎呦！性转不觉很有挑战吗？可是我需要找人设图啊！欸，柠檬茶9个月，谢谢订阅，谢谢。我今天哦，应该不会开很久吧？不知道欸，我上次也这样说，我不会开很久，可是我其实我还是开了蛮久的。新干爹吗？Girl Star 1329，谢谢订阅，谢谢。上次挖的东西在里面吧？其实我关了实况以后，我又放了2台在里面挖。所以里面有1、2、3台在挖，可是还要一点时间。我昨天看 VOD 的时候，我有发现一条路，好像是我没有走到的，我可以去看看。我先去看看好了。有中文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这个有中文的。你只要打那个史莱姆牧场，第一个就是。快爆了！上次抓猎手那边有。只大猎手为保会给救的啊！我上次逛的那么透彻了，在上面是不是我没发现、啊？没关系，我慢慢跑。我说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是……哎、欸，等下我先去问一下。为什么我的字没出来？我难过，丢下划线。哦，我想跟你说，去煮晚餐来吃了。下划线，在医院一整天，好累，波浪符。小郑辛苦了，你刚抖那没成功是不是？赶快去吃，赶快去吃。
下划线。我刚刚就是在看洲际赛啊，我想说等洲际赛打完我再来开台。虽然我们队伍没有比赛啦，所以就那样吧。可是这一次台湾队表现好像都还不错，好像都赢是不是？哇！LMS 可惜差一点点就赢了，哈，差一点哦，我以为赢了，因为我看他们还蛮顺的说。闪电狼最后输 WE， 是哦。啊 ，ME7 也输啊 ！ME7 我有看到下路被 gank 成功以后，好像就一面倒。那没有办法，真没有办法。哎呦！AHQ 是赢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场打得好精彩哦！好了，我们去我想要去一个，我上次好像不小心略过的地方，我想确认一下是不是，顺便抓几只公鸡回来，有没有公鸡？好像在旁边吧，就有个对面好像有路，这地图应该是蛮大的。好像有一个地方我没有去过，这里吗？哦，对对对，这里我没有去过。还是他其实小火柴，谢订阅。哎哎哎哎哎哎！哦，有攻击了！啊，这就通的地方嘛，真是。九个月 Prime 耶，谢小伙才九个月 Prime， 哎，赖皮14个月安安啊！哎，这边我来过吗？来过吧，来过。啊，那看样子我一定得开那个门，对不对？我一定得开门，哎。杰克简10个月，谢谢。圣实验室还没死，好，莱特好快哦，好扯哦。莱特那么快不好，你知道吗？欸，所以我真的这块地图真的跑透了，是不是？我一定得。我得开新的
新的门了吗？找钥匙，钥匙。可是大的史莱姆就没有那么多啊。欸，我家好像还有空间。钥匙在大猎手身上哦，所以我一定得去找大猎手。好，大猎手，大猎手，需要回去找大猎手。一胎就很好养哦，一胎就不用理它，就很好养。可是我看到有人说要喂一胎史莱姆水，因为它水会不见，是真的吗？可是它有个是瀑布会下来的，欸，蓝色史莱姆的。好哦，好哦。叶子安 TK 问什么时候帮学长化妆？真的吗？学长，学长终于要。成熟的面对自己了吗？学长都可以啊，叫 TK 来敲我。欸，这边还有个箱子，我说应该也要去找个，去把那个打开来啊。学长还欠你们一个印章，你要学长愿意啊。我 OK 啊，可是他不愿意的话没有用啊。你要先说服学长。学长有欠你们女装吗？看那个鸡被卷进来，好治愈。哇，好多哦。哇，吃的。学长说可以，学长说可以，可以啊，那就看约个时间啊。有人提到学长，欸，学长。怎么那么多学长？安，啊，学长，欸，学长，你最近很常挂我的台哦，被我抓到了哦。你是不是暗恋我？几只啊？一只、三只吗？三，欸，四只了哦！哇，那丸子天生幸运，欸，丸子四个月安安啊。对啊，姐姐蛮好快哦。
欸，其实这些东西用满了以后，资源还蛮多的，也不太怕没有资源。我现在先把攻击丢进去。小猎手叫头摸他，好好好，我去啊！等下大猎手吃什么？大猎手吃肉，对不对？真的假的？他吃肉？猎手都吃肉啊？吃肉的话会有点麻烦哎、欸，因为我这样代表我需要很多鸡哎、欸。太慢了。快生！快交配！我需要很多鸡。升级一下好了。HLC 哎安安啊，谢谢六个月订阅。我要把宝让你人绕过基本这个我升一下好了。宝藏破解器，储存一下。收内收内，一年安安啊，谢谢订阅。还有太阳鱼九个月，谢谢订阅。瞬间破产。面对任务机左手，任务机左手。哦，对啊，这一区嘛，我知道，这一区还有很多机。我猜要30只吧，把我抓了40只鸡去好了。哎、欸，佳佳安呐、啊，佳佳，你是不是来台湾了？你是不是找到？你已经入住了吗？你住在哪一区啊？新义区，哇，好哦，新义哦，新义区，好，有机会去找你，有机会去找你。只种一种水果不行，史莱姆这样会吃腻，我要让他们吃不一样的水果。假爸安安啊，假爸。主要我怎么东西都收不完嘞？我是想赶快去，可是我东西收不完啊。小孬孬九个月，安安啊，谢谢订阅。然后九黄两个月，我想我只住得起新一区的厕所。学长你干嘛？Chris 126个月，谢谢安安啊。对啊，攻击太少了啦。我们可以，就。这粉红结晶是拿来做那个器材用的。
苍天恒，哎，大哥哎，22个月，安安啊，谢谢订阅，谢谢订阅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把这个做出来的话，我就不用到处去找胖胖史莱姆，对不对？蜂蜡跟凝胶石。欸，我没有辐射结晶欸，辐射结晶，我缺那一区的。欸，哭死我安安啊！我先去搜搜看好了。那个 TSUNCHIU。Twitch Prime 订阅，谢谢新干爹 Prime 订阅，谢谢。这个应该有了吧？螺旋蒸汽是什么？我觉得在山洞里面放好像没有特别好。哦，有了蜂蜡。哦，我有蜂蜡嘞。那，啊，这什么？蜂巢，辐射和水晶在同一区。辐射和水晶，可是我从来没有遇过辐射。欸，这个也好了。蜂巢，因为你没开第一个山洞，对啊，我就是扫那个山洞，对不对啊？真是的，我如果要做胖胖史莱姆陷阱，凝胶石是什么啊？凝胶石是不是电钻才可以挖得到的东西？帮补。蜂房在苔藓之地可以发现特别资源。苔藓之地是。苔藓之地，干旱之地，先找大猎手。好，好，好。可是，我觉得这样我有时间，我可以先把这个先放下去，先放下去，收集，因为它收集要时间啊。蜂蜜史莱姆那边是苔藓之地，真的假的？蜂蜜史莱姆是苔藓之地，蜂蜜史莱姆啊，刚好那边有，好好好，那我去那边挖好了。蜂房，再做一个。派派，欸，派派耶，11个月，谢谢。心思太多，一事无成，别嘴哦。呵呵，先这样了。请问大猎手在哪里？我现在要去找大猎手了，我们可以一起找 ，Together Go。
那我们先去抓鸡，能够抓多少鸡就先有多少鸡。路上应该有鸡啦，路上的鸡应该也这边也有鸡。我们先从这边的鸡开始抓起。还有哪里有鸡？过来。我需要大概30只鸡比较安全，对不对？30只。30只鸡，我看到这边有鸡。哎呦，哎呦，什么？小鸡。JJAA 安安啊，谢谢9个月订阅，谢谢全面通缉不论死活，午夜杀鸡，但我总觉得午夜杀鸡好笑。午夜杀鸡，嗯，哎，国建安安。我又有鸡了，过来过来，仔细想想鸡好像是这个世界最可怜的动物，欸，因为吃肉食的都要吃到鸡啊，然后鸡又不会吃任何东西，它就只是负责被吃而已。斜月4个月，谢谢订阅。这游戏好怪，看实况没事。欸，可是我自己回去看我自己的实况，我会晕欸。出来了是怎样？太满了吧，太满了吧，好扯哦！我不是才刚清过又满了，哇，这个。刚一瞬间看到他那个蛋，然后变成小鸡。没办法，我要离开，可是东西一直满出来，太多了，我好像永远清不完欸。这一区又满，然后撤哦。T
天泉，哎 ，Pride 订阅，哎，你也订阅 Pride 嘞，17个月，谢谢啊。等结晶孙子卖掉，等他孙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家里小夜手还有鸡吗？有有有，不行，我不能再收成了，我要先去找大猎手。走吧走吧，找大猎手。我们路上还可以再找，看有没有鸡之类的。大猎手，欸，有了，走开。挑鸡的声音，我有了！哎呀，噔噔噔噔噔！吃鸡，不要吃鸡！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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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28只鸡了，我觉得接近了，接近了。哎，上面还有鸡，这边有鸡，鸡，我来救你们了，我不会让他们吃掉你们的。上面感觉也有，哎呀，上。去，哎，飞不上去哦。哇哦！好，就这样吧。哎，这一区是沙漠区，对不对？沙漠区，我说应该放个。干旱区啊，干旱区，放个邦布。邦布在干旱区可以发现特别的资源。OK， 回来再收。鸡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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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公的公的公的 ！PS4， 哎，安安啊，一周年，8月7号一周年是吧？谢订阅，8月7号，你很会耶，挑8月7号订阅。哎，我看到对面。被吃掉了！我说奇怪，我是跑来这边跟塞姆抢鸡啊！哎，对呀，今天是7月，好不好？我以为被你误导了，现在明明就7月。哎，这边有鹿是不是？我没有，37只，感觉蛮多的。应该差不多，可以去找鸡鸡鸡鸡鸡。
哦，好好好想把公鸡带回去繁殖哦。不行，我还是先全部拿去喂好了。差不多就这样子吧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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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哎，铁剑二十个月谢订阅，感谢你的爱，嗯嘛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我想一下哦，我想一下路。午夜杀鸡，不留死活。想一下路哦，反正先往最深的地方走。这个音乐，野母鸡，阿口哟，射出野母鸡。好想把小鸡带回去养哦，还是我应该是就是苔藓之地吼，对吼，那我来开挖好了，找个，哎，这边没有地方可以，哎，这边没有地方可以让我挖东西啊。不用养小鸡啊！啊！入口处可以。哦，有了，这里。你就在家里丢公鸡、母鸡，过几天它就多到爆啊！可是我现在鸡要全部拿去养啊，拿去喂。因为这好像还蛮多野母鸡的，多抓几只野母鸡去喂。我现在来找大猎手。大猎手。其实我还真不知道去哪里找大猎手。哎，我现在可以来试试看开那个宝箱。哦，这是放蓝图的哦。哦，好，所以里面是哦，好，蓝图。我现在如果把箱子打破，我身上也没有东西可以，也没有空间可以放。
大猎手没有野生，只能用抓的啊？可是有人跟我说，在这一区有大猎手可以喂啊，把它喂到爆啊！我是不是被骗了？谁骗我？这区是蜂蜜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在找猎手区要找。哇，喷好多鸡哦！有玩阴阳师吗？之前有，现在没有。现在啊，我把气射出去了。我现在要玩的手游有点多。哦，好哦，好。如果从这边走，我就知道了。好，我想一下哦。猎手区在这边过去。这里下来。猎手区在这一区对吧？这边是坏猎手。哇哦，在上面对不对？可以喂的，是不是在上面？哎呦！哎呦呦呦呦呦呦！走高一点。回个体力。嘿。哇！飞不高嘞，对面吗？该不会在那一颗上面吧？没有，哎，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在这里，我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猎手胖胖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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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好可爱哟，好可爱哟，咕叽咕叽咕叽，来喂你咯，吃吃吃吃吃吃，好可爱哟，嘿嘿嘿嘿嘿嘿，哦，吃吃吃吃吃。哇哇哇哇哇！我有多的，我有多的，我有多的，你们吃，你们吃，你们吃。啊，上去！嘣！好多猎手！有钥匙，有钥匙，有钥匙！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哎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好可爱哟！
少一只，九只是不是？它消失了啦，不然就是它变大了。哎呀，这边还有箱子。哦，这个，哦，这个，对，你不能在这，啊，靠腰。哎，不行，你们会造成生态浩劫，走开。啊，这什么？哎，等一下，太出油。弹头，哎，谢订阅。啊，我好多鸡哦，怎么办？太出油太多，我可以把鸡带回去吗？蜂胶。差不多就这样吧。好，搞定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我们现在有钥匙了，我们可以开心的区域了。我们可以开心的区域了，呜！这个我打不开，对不对？这感觉比较高阶的、进阶的破解器，我一定要记得这边有一个黑色的破解器，黑色需要破解的。哇！差一点摔死就完了。走。这边，钥匙在身上，它不用站格子，它会自己吃掉，太棒啦！加啦，回来了 ，I'm back， 高兴吧，母鸡们，你们有更多的攻击了。母鸡拿去喂好了，肉类和蔬菜。哇，又满了！怪，哇，全都满了，好扯哦！抓抓，安安呐、啊。加，嘿嘿，16个月，谢谢。哇，他居然有提供猎手哎，甜心菜哇，垃圾哎，哪一只猎手想跟我换三个垃圾？想都别想。塞啦，看你往堵住，哇哦！好慢哦，好慢哦，好慢哦！哇，现在掉价掉好严重哦。蜂蜜跟爆炸，我记得研究好像也需要用到，不然我拿去丢研究所好了。
有闲钱可以升级基地，基地我升完了耶，还是有哪里可以再升？粉红宝呢？之后有一些会用到其他的结晶吧。研究所丢进去也回不来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有很多蜂蜜跟爆炸，我用不到那么多。我丢一批进去，我以后就不用丢了。基地是指你上次花钱买风车的哦，好哦，你是说那些垃圾吗？好的。不是哦，我到底要那个干嘛？我要那个鸡干嘛？两个一组的。这些网也不太需要哎、欸，史莱姆灯，哎、欸，凝胶石忘记丢。54X 小陈吗？全球 CHUG Twitch Prime 订阅耶，谢谢订阅，谢谢。Prime 现在是不是还有 24.99 的优惠啊？如果你没有订 Prime 的话，还蛮推荐大家订的哦。虽然我的工商期已经结束了，但是我还是蛮推荐大家订 Prime 的。GAVIN 差点错过补订的时间，你就让它自动订啊，除非你是用 My Card 订的。哎，对啊，这样就不用担心会错过订阅时间了。皇冠还可以买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右上角不是有个皇冠吗？那个就可以买。要订阿妈种的，是哦，我不知道哎。这我都觉得都还蛮划算的啦。我如果要养猎手在下面的话，我可能需要再养一区的鸡。再养一区的鸡。我先把家里整顿好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开新区域，因为开了新区域以后，家里一定会更乱，所以我需要先把这边整顿好。哈哈，好哎。差不多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。好多哦，很多啊。鸡圈超过12只就不会再生了。哎、欸，差不多，我刚刚应该有拿掉12只。欸、这边没有地了欸，这地怎么才4块，这么小啊？哇，啊，不然我把我
这两只有点尴尬。等一下，怎么可能没地了？都没有地了吗？没有可以开拓的地了吗？靠腰哇！这区那么小、哦，啊，不然这区你们都吃肉好了，你们不要吃水果了。哎、欸，我想一下哦，还是放羊。其实听说放羊也可以，对不对？放羊也可以吧。啊，不然就这样放羊，这样应该可以吧？哦，这样，这些应该会生吧？这边放羊会跳海，鸡没那么笨吧？那么笨哦？真的？这边放羊会跳海。看，好蠢哦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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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把这区撤掉，让他们都吃肉好了。变成淹死的鸡。好，就这样吧。这样可以吧？那你们就吃吧，开吃开吃。叶子，我是打工仔，打工仔。哎、欸，这位置很尴尬哎、欸，卡在这边是怎样？可以自动喂鸡啊，可是就是要先把鸡丢进去。算了啦，算了啦，我们去开新区域吧。我们去开新区域，可以开新的山洞了，我好感动哦。欸，这一区池塘那么大，为什么只能养四只史莱姆啊？叶子安安，欸 ，Chris 安安啊，谢谢斗内，谢谢。因为五只会害羞，就很奇怪啊！五只会害羞，怎么那么可爱？好够！自己盖的只能四只，天然的可以五只哦。所以刚刚那个瀑布可以五只，是不是？耶、yeah! ！好，我们去开新区域。哎、欸，好想先收起来哟、哦。
这里吧。我这是不能再开出门了，这看起来是辐射结晶，就是这个门了，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这是新的门吼，我不会开了，然后结果又是我去过的地方吧？超怕，超怕开错门。